就是这样很简单的把它刮下来，你看，你看，这边跟这边差好多，毛孔吸尘器的，凉凉的感觉，很舒服，整个皮肤有点在呼吸的感觉，动来动去都不会掉下来，你看，往上往下，往左往右。化妆品的餐砖，然后一些粉刺脏脏的东西都把它吸出来，竹炭的成分在，还有水杨酸，从这边刮。哇塞，欸，我看到白白的，好夸张哦！哇塞，超夸张的，就是这样很简单的把它刮下来，你看，你看。这边跟这边差好多，好哇，这两边哇摸起来超不一样的。各位观众，我洗完脸回来了，整个这边是亮的耶，这里好舒服哦，感觉皮肤在呼吸耶，就是皮肤大解放哇。这边就没有那么感觉那么好，而且我怎么感觉这边有点拉提的感觉，这边比较垂，有没有发现？好酷哦！